这个成绩这么好的音乐啊，那如果说还有致谢的话，今天我知道有很多媒体朋友在场啊，那我再借这个机会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了啊，今天的光临。那如果这个会后有什么需要，我们成绩的这个补充资料，或者是要我个人的这个提供更多的资讯的时候，欢迎各位跟我联络啊。那这个时间呢，刚刚区长其实讲得很清楚啊。因缘其实一直每天都在试，那15年已经过去了，那我们的时光还有多少个15年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是我期待的就是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地方改善会比不改善好，我们才会去改善啊，这一点我想是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立场。因为慈济并不是一个建设公司，并不是要盖房子来卖，而是希望说为这个环境能够来改善，然后也征得大家共同可以接受的方案，我们才做哦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应该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如果说向各位报告一下，是我自己呢稍微有一点鸡头，我自己跳进来。如果今天不跳进来，我相信这个案子大概就是。但是这样子是对社区或者是对各位乡亲，您认同还是不认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自己当然我自己愿意承担，不管时间或者精神我都做，但是如果做到我扛不起，那最后我没有办法。因为这一阵子以来，我相信日间就看得到，我几乎为这事几乎连晚上休息的时间连假日都没有，但是我愿意，很欢喜，但是能不能撑这么久我也不知道啊。那后面会有接续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世间呢世事无常，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认时间更是无常啊，因为时间不会等人，一直往前走，那往前走的结果一个月过去了就不会再来啊，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么一个故事啊。最后真的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布施了这么多时间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各位市民好朋友的参与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留下刚才的这个电话跟电邮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再把您的问题做。